有我哋两位喺度，我哋应该有好嘅结果。我咁咪安排，系希望佢有所改善，可以真真正正发挥到场主出嚟。氛围都已经做好咗，就等杨律师同大家宣读一下。就算系啊，都叫埋家姐啊。你家姐喺唔喺度冇关系嘅。捉佢翻嚟，叫佢个有钱老豆攞钱嚟赎翻呢个废柴条数。你直接绑我爹哋咪得，你绑我有咩用啊？做咩你哋？爹哋。 爹哋俾人捉上车啊！点解会咁噶？我头先转头过去打电话俾你，我翻去就唔见咗爹哋啦。你做咩啊？报警啊！我怀疑爹哋俾人绑架啊！唔报得警噶！如果真系绑架嘅话，啲绑匪之外报警，爹哋会有危险噶。家姐啊，有罪案发生应该交俾警方处理，报警先系最安全嘅做法啦。唔得啊！我只系警察，一定要报警，但系爹哋我有份噶，我唔可以俾佢冒呢个险噶。细佬啊！ 如果你真系绑架嘅话，佢一定会打翻屋企嘅，我唔想妈咪一个人面对啊。喂，妈咪，系啊，手同我一齐啊。OK， 得，我哋而家即刻翻嚟啊。妈咪讲咩？系咪有爹哋消息？妈咪有人打翻屋企揾我，我爹哋喺佢哋手上边啊。 妈咪，啲绑匪讲咗啲乜嘢？冇啊，佢哋乜嘢都冇讲，净系话你爹哋喺佢哋手上，佢见我一唔喺度，咁佢哋就话迟啲再打电话嚟，咁啊收到先啦。喂，系我系，你哋唔好伤我爹哋啊！我边度筹咁多钱俾你哋啊？我明，喂。 点啊？你爹哋有冇事啊？佢哋有乜嘢要求？佢哋一亿嘅赎金。一亿，俾佢啦，乜嘢都俾佢啦。咁佢哋仲讲紧啲乜嘢？你有冇听到爹哋把声？我冇啊，我净系知道佢只系俾一日时间，我哋筹一亿 cash 俾佢哋啊。只要你爹哋冇事，有乜嘢都俾佢啦。得啊，妈咪啊，头先佢哋话如果我哋报警会撕票啊。冇报警啊，俾佢啦，佢要乜嘢都俾佢。妈咪啊，我都系警察嚟噶。讲理啊，我话就唔好报警啊，万一你爹哋有咩事，你叫我。 快啲！快啲！妈咪，妈咪，你搵到阿丽啊？未啊，都唔知咩事。佢平时病咗都唔请假噶嘛。会唔会其实佢阿爸有啲咩唔舒服啊？佢咁大个人，唔使咁担心嘅。 喂，你咩事啫？揾咗你成日啦。系 friend 就冇问，阵间大埔林村等你。喂，阿丽，阿丽，阿丽，俾个女嘅。喂，多谢晒，阿姐仔。阿丽啊，佢约我去大埔林村揾佢，我阵都去大埔兜埋你。好啊，唔该，谢晒。 唔该晒，先生。喂，有嘢帮手打俾我。OK。 喂，点啊？你去咗环神未啊？咪误咗吉时啊？走到噶啦，搞掂打俾你啊！拜拜。嘿。
你揾到我咁急咩事啊？你要应承我，任何人都唔可以讲啊！究竟发生咩事啊？我爹哋俾人绑架。咁你有冇报警？我就系唔想报警先揾你帮啊！咁点解你唔想报警咧？嗱，你帮就帮，唔帮就算。一成两兄弟唔得，我唔帮你咩？轩，我就系信你一个人嘅啫，你一定要帮我。得啦。嗰两个边个嚟噶？又话你家姐系家属管嘅？我认得佢哋，佢哋绑咗我爹哋嘅人。Peter， 我跟我家姐，你跟另一个，有咩跌乱？吃饭啦，哦，拜拜。子，喂，喂，你家喺边啊？阿丽揾你做咩啊？阿丽佢揾我饮杯嘢啫嘛，我哋差唔多饮完准备走。系，你叫佢听听。佢啱啱去咗洗手间。点解佢嚟？你两个搞咩啊？我应承咗阿丽，我唔可以同任何人讲嘅。你唔讲，我自己打俾佢。唔好啊！阿丽佢爹哋俾人绑架，佢家姐走咗去交赎款，佢想我保护佢。咁大件事，点解唔报警啊？贵哥啊，把电话卡丽，依家翻嚟啊！阿丽去咗跟佢家姐同埋另一个绑匪。钱你哋而家收咗啦。我同爹哋去边度啊？你哋几时放人啊？我系咁讲讲。不过我未收够钱喎。乜嘢未收够钱啊？呢度咪你要几一亿咯？我早排过大海玩咗粒零钟，就唔见咗几百个啦。我谂一亿唔够我同班兄弟过埋下半世，多一亿就差唔多啦。你有到一亿啊？我哋而家应该点做？你肯定条心喺度，我都唔肯定。我哥支援噶啦。但我哋而家唔知道地图有几多人，有几多武器，唔可以咁样。大哥话佢老豆嚟嘅，我惊阿丽佢冇咁冷静。我边有咁多钱啊？就算有我都唔会俾你哋啊！我点知道最后你哋系咪爱够三亿噶？我唔会再信你哋噶啦。小姐，你以为你有得选择咩？由你教我绑你老豆开始，你冇得拣啦。你真系做咩啊？子顺，大伟。喂，咩事啊？警察，细佬，家姐，阿婆，你报警，唔好伤我家姐啊！班死差佬，快放人，我想打鬼佢。你全部同我入去，入吧，唔好伤害佢啊！我哋同事喺你电话度装咗录音机，如果个绑匪打嚟嘅话，你尽量拖长时间，咁我哋就揾到佢喺边。你家姐又搵交赎金，而家连佢都俾人绑埋，嗰啲绑匪，我哋俾咗一亿啦，佢都唔知足嘅。放心啦，妈咪，爹哋同埋家姐咧唔会有事。
你不如上房唞下。六姐，扶媽咪上休息。其實而家最大嘅問題係綁匪身份洋裝，佢會唔會再打嚟都係未知數。你係想話我爹哋同埋家姐好大機會被撕票？如果你爹哋俾人綁架嘅時候，你第一時間報警就冇搞成咁。Madam， 我都知啊，但係估唔到我家姐。你家姐係咪有咩問題？頭先媽咪喺度唔方便講，我家姐應該有份策劃我今次爹哋嘅綁架案。你肯定？阿妈，我好开你手。阿妈，咁声咁阿婆，你攞咗一啲，你仲想点啊？你唔好讲，你话明报警噶，而家搵翻出嚟仆我哋。我冇啊，头先个我细佬，我点知跟住我哋啊？我啲千叮万嘱叫唔好报警噶啦。我话俾你听啊，绑匪老豆条叫系你拉出嚟噶，如果养我出啊，你都唔点啊？搵出就唔应该上呢个衰人啊！伟哥，点样处置条八婆啊？听埋阿方，等佢一家团聚啦，行啦，离开。Jenny， Michael， Daddy， 发生咩事啊？点解你都绑埋嘅？你唔系听我哋讲俾咗钱噶咩？我俾咗，但系佢哋反口啊，要完一亿，要多一亿啊！我而家都唔知点算好。佢哋有冇对你同爹哋点啊？估唔到我余世堂有个咁叻嘅女，识得夹埋外人嚟绑架自己嘅老豆。想啊，爹哋！你见我份遗嘱冇将间公司留俾你，你就同佢夹埋嚟绑架勒索我。细伯，件事唔系你想谂噶，其实我争佢哋钱，即系你谂住救我先会咁做噶。搵人绑架我嘅，竟然系我余世堂嘅亲生女。你有当过我系你个女咩？我真系后悔生咗你呢个咁嘅衰女啊！你嘈够未啊？你当呢个系你屋企啊？我话俾你听啊，如果你再嘈，我要你以后听唔到声啊！余学欣竟然有份策划余世堂嘅绑架。余学礼话佢的确听到佢家姐同黄贵咁讲，只系黄贵太大贪，同埋冇谂过余学礼会跟埋上去，所以先至搞成咁。如果系咁，黄贵可能冇咁容易放人。其实我哋一早已经跟紧呢个黄贵，佢专放贵你，之前仲涉嫌逼死咗几个债仔，做嘢好狠。放贵你放到绑架，呢个真系唔简单。我哋查到佢唔单止放贵你，之前仲买咗批黑市军火，仲估紧佢系咪想做单大嘢。而家成班绑匪俾我哋点晒相。正伦应该着早走，喺佢哋走甩之前，应该留住玉心做人质。所以佢哋走甩之前，要揾翻佢哋两父女。Madam， 邱俊轩同余学礼做完拼图。唔阻你哋。喂阿礼，礼啊，喂，你又想点样啊 ？Sorry 咯，你唔好咁啦，我知道你心情唔好。你知道我心情唔好嘅咩？我叫你唔好同任何人讲，你转头带埋子瑞嚟。我真系冇谂过当时佢会喺嗰个场合出现噶。如果唔系佢嚟到，我家姐又会俾人捉埋。你做乜都惊惊青青，你边忽似系警察世家？如果唔系你啊，我家姐就唔会俾人捉啊。余学礼，你做咩啊？你记唔记得你系警察嚟噶？点解你遇到事你唔系报警，你要擅自行动？你知唔知上到去匪徒有几多人，有几多武器啊？好彩你今次同阿轩冇事啫。原来咁多个月嘅 training 对你嚟讲系白费，我对你真系好失望。你听日唔使翻 S U。你想隔扯我？展 Sir， 我谂阿丽佢都因为担心佢妈。我唔使你帮我讲好说话，我真系不嬲都唔妥，想隔扯我好耐啦。你终于有咁嘅机会啊！你讲得啱啊！你唔尊重上司，唔服从命令，唔遵守警规，仲想喐手打同，单系呢啲足以隔扯你。隔隔，你中意隔就隔。喂，阿丽啊！系啊，六姐，妈咪呢排身体唔好，你帮我炖啲补品俾佢食啊，嗰啲鹿茸啊、人参之类咁嘅嘢。其实太太唔食得呢啲补品噶。点解？太太佢有高血压啊。妈咪几时有高血压噶？少爷，
大約響一年幾前，太太已經有高血壓噶啦，佢成日瞓得唔好，又失眠，咪搞到身子越嚟越差咯。咁佢做乜唔同我講啊？佢又怕你擔心啊，叫我唔好話過你知啊。其實太太身體不嬲都唔好噶啦，自從你入咗飛虎腿之後，佢越嚟越擔心你有危險，加上老爺咧又怪太太勸你唔到翻嚟幫手，咪身體搞到越嚟越差咯。我吵醒咗你啊，妈咪。吵啊！慢慢慢慢。警察嗰边有咩消息？搵唔搵到你爹哋同家姐？啲绑匪有冇打电话嚟啊？妈咪啊，你唔使咁担心，啲警察已经话有线索噶啦。爹哋同埋家姐一定会平安冇事，我一定会亲手拉扳水。你又要出动？唔好啊，学礼，屋企得翻你一个，唔好做飞虎队啦。得啦，讲下咋。我已经申请咗休假噶啦，我会日日喺度陪住你。你爹哋最希望嘅，你翻嚟屋企接手盘生意，你听下佢话啦。呢啲迟啲先讲啦，你休息下先好唔好？学礼，你要明，爹哋同妈咪得你一粒仔，都系想你好。我听明啦，我都系得你一个妈咪嘅啫，我唔想见到你有事。你现在最好的就是不要想到嘢，好好地休息。你痛不痛啊？我叫六姐煲碗粥给你吃。好啊。你等等。好快啊。我都说了 Bob 仔去年犯太岁了。我提了他叫他涉太岁的嘛。不是啊，我们都吃。我没有讲过啊。警察。警察。阿拉他怎么样？无限期休假，暂时都唔会翻嚟。詹 Sir， 你真系谂住隔走阿黎？佢连点样做个警察都未知，佢而家做嘅嘢真系足以俾人隔扯佢。唔需要你隔扯我，阿黎，我自己走。清楚未啊？詹 Sir 叫你休假，你明唔明白？阿黎啊，有事慢慢讲啊，收翻埋佢先。乜啊？一直嘅人睇我唔顺啊！我留喺度咪盏督眼督鼻，仲要成日谂方法整走我。阿丽，展 Sir 只系为件事嘅。系咯，我哋个个初初入嚟都系咁噶。你哋唔使劝我，我决定咗。OK， 你要走冇人阻你噶，但我要一个合理嘅理由。你到底系挨唔住啊，定系怕俾人知道你俾人隔扯啊？我同你讲，我辞职。是因为我看你不顺眼，我决定回家帮手，家企需要我。是你家企需要你啊，定是你需要找一个地方是没有人逼你面对现实的？你说什么？不是吗？你一直在外面只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，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家帮手。现在家企出事了，你就为回去，这叫承担吗？我不想听你说废话。你还未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？你的问题就是所有东西你都是从自己出发去想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无论你在 SDU 定回家帮手，结果只会是一样，就是失败。展 Sir， 点都好啦，有咩嘅等佢小完假回嚟再讲。我同你讲啊，你一日唔改，无论你去边度，结果都是一样。你要走嘛，我唔阻你。我接受你辞职，听日开始生效。我而家就取消你休假，你今日仍然系 SDU。仲要听我 order， 我要你内洗晒所有车，一粒尘都冇。我有冇听错啊？点啊？洗车都唔敢承担啊？点翻屋企帮手啊？好啊，我洗。真系走去考飞虎队啊？梗系啦，你话讲过就算啦。你细佬我讲得出，做得笃。
同阿爹嚟讲咩啊？系同佢讲都唔明噶啦。唔系佢唔明，系有人惊俾佢闹啫。你梗系叫我想同佢讲啦，系嘛？你仲要考警察又系咁啊？家姐，点解你咁了解我心意嘅啫？诶，得啦得啦，够啦，你心机啊，知唔知啊？多谢家姐。老爷问，系哇，头先唔该晒，老爷问，唔知做乜考飞虎咧？飞虎队系警队入边精英中嘅精英，我一向做嘢都要做到最好。由我考警察嗰一开始，我就一心要入嚟。有准备。余学礼，咁多架车，日牌都未洗完啦。咁你想点啊？攞桶水嚟啊！快搞掂，快收工啊嘛！sorry 啊，之前心情不好先你咁讲嘢，冇摆心。sorry 啫，你讲过啲咩我唔记得咯。唔记得，今日最好啦。喂，整污糟晒，喂，仲玩俾展 Sir 闹啊你？佢闹先算啦。得两对手，你哋觉得使得晒咩？费事你洗得唔干净 ，take action 嘅时候唔靓仔啊！唉，唔好讲咁多啦，今晚你请食饭，我食晴天炸子鸡。光仔冇嘢系嘛，仲晴天炸子鸡，睇佢鲍鱼啦。食乜都得，当同我 farewell 啊！你以为展 Sir 真系想你走啊？佢叫你休假，只系要你反省一下啫。佢今日叫得你落嚟洗车啫，即系话仲俾机会你。点都好啦，快手啲洗啲车，先再讲啦，好唔好？大家相佢鲍鱼嘅就爽啲手啦，用一句好。水过含春咁，得偿所愿啦。讲咩啊？你罚阿 Bob 仔根本就系俾机会佢。你俾机会人都要睇人肯唔肯接受嘅。佢虽然系小朋友啲，但我相信佢应该会明白。你调佢入 Sniper Team 个目的就系想佢学识冷静，控制情绪，改晒所有缺点之后，佢就可以成为一个出色嘅飞虎队员。你唔俾我有心针对佢。如果你要有心針對嘅，都應該針對我先啦，展 Sir。你又冇破過我訓練嘅記錄，你好 hurt 我喎咁樣。阿禮份人太自我啦，無論在公在私，都唔識得企喺人哋個角度諗。咁樣就算再飛再聰明都冇用。今次呢件事我又唔係咁睇喎。冇錯係，佢雖然係有做錯，但係佢都係為咗屋企人先至會咁樣。咁即係話你對佢嘅訓練已經係有效用。包完咧又冇鹅掌啊！傻啲鹅掌啊！要乜有乜 ？ETO 即刻装装备。Yes sir。余学礼，你仲企喺度？我话出发，你听唔到啊？系你叫我唔使再翻。嗱，我重申一次，我冇话赶你走，系你自己话要离队啫。展 Sir 知道屋企有事，俾你休假啫，你谂多咗啦。你唔想救你屋企人？啲贼唔等你噶。Yes sir。根據 CIB 同埋 O 記俾我哋嘅資料，喺單位裏面有四個匪徒，佢哋都係中國籍男子，分別就係麻英一、二、三、四。確定所有肉心都喺單位入邊。我哋查過電信公司，余可欣有兩個手提電話，其中一個仲有信號，就係由呢棟大廈發出。CIB 已經確認咗。有冇單位入邊平面圖？有。呢個單位本身大約1000尺，單位入面有一間房同一個茶水間。单位外面有一条长走廊，大概70米长。走廊上面有三道闸，每道闸都有闭路电视镜头。一般工厂都唔会有咁嘅设备。呢个单位以前系打金工厂，佢哋就睇中呢一点搵嚟做。
单位嘅窗位全部都封晒，得呢度有个抽气扇。根据情报，玉心就运咗呢间房入。睇嚟呢一个只可以望得到由门口到大门口嘅位置，有冇信心救翻三个人？有，可以俾翻记录。阿袁轩仔，你哋揾一个望得穿呢只气窗嘅位置，万一麻鹰想入去伤害翻鸡仔，你都可以开枪制止住。Sniper 嘅位置可以挡住想入房担鸡仔嘅麻鹰，但一旦开火，估计最多可以帮爆门入去嘅手足顶住两三秒。为咗确定鹰巢入边嘅情况，我哋要派手足喺冷气槽爬入去放镜头。系，我冇 care。如果系觉得应付唔嚟嘅，我可以安排你做 support。展Sir，我 OK， 我一定要亲手救翻爹哋埋家姐。死啊 ！Yes。雀巢出面落晒集装晒鹰眼，一定要諗办法遮住佢对眼，俾时间我哋喺出面做嘢。只要我 hack 咗佢哋闭路电视嘅画面就冇问题。我会先 capture 低一段佢哋用闭路电视影低个片。呢、這个单位以前系打金砖墙，相信佢哋嘅闭路电视之前系用光纤宽频连接到警署。虽然条线 cut 咗，但条线依然响度。佢哋响屋入面见到嘅，只会系我 cut 低不停 loop 嘅片段，唔会见到你哋响入面爆炸。要几耐先爆到入房？要爆晒三道闸，最快都要十分钟。我哋仲未掌握到里面嘅情况，争取时间。阿丽，最快入屋。喂，好心你食完啲嘢抌咗佢啦，野蚊噶嘛。佢都傻嘅，跟住着紧草嘛，唔理佢啫。咁都系啫。喂，你过嚟。刘姨，四只麻鹰全部都有枪啊。想问情况点啊？第一个红猪。梁 Sir， 我而家同天蚊会合。快！喂，唔使睇喎，你惊啊？梗系要及实啲啦，我哋俾差佬点晒相噶。唔该晒，今晚见。唔使惊，班差佬刮到嚟啊！我哋今晚上船啦。喂哥，入边嗰三条友点啊？使唔使怼冧噶？你冇脑噶，梗系滴埋三个人上船，然后抌佢落海啊嘛！起码三个人至揸手啊！点啊？唔系你贪钱夹埋人哋绑架我，又点会搞成咁？全部都系你自己攞嚟衰嘅。我真唔知前世做错乜嘢，个个都赞你叻女，话我识教女，搞到你咁帮得我手。其实最唔识教女嗰个系我，搞咗你呢个五翼女出嚟。系啊，我系五翼啊，系我夹埋出边啲人绑架你嘅，但系你逼我咁做嘅。我逼你？你咁嘅说话你都讲得出？你一早就敲住我副身家，我喺立维中冇将间公司交俾你，你就搵人嚟绑架我，
洗白啦！收声！日日都系你，一定系你唆摆我女嘅。Michael 从来冇唆摆过我绑架你啊，系因为你唔肯借钱俾我帮 Michael 还债，成日要我哋两个候住喺公司，我系帮出边啲人去绑架你咯。因为我真系好憎你，好嬲你啊！你个衰女。系啊，我系衰女啊！我喺你心目中只系一个衰女，错就错在我系生出嚟就系女，我唔系仔。由细到大你净系锡细佬，佢做错乜嘢你即系闹我打我，你话我唔识教佢，无论我考几多个第一，入到咩大学，你都唔会赞我一句，乜嘢都系细佬好，咩都系细佬啱，因为佢系仔啊嘛。系啊，女就系泼咗出去嘅水，仲识得夹埋外人嚟害自己嘅老豆。我咁多年嚟咁辛苦，帮公司挨生挨死，我唔系要奢望你间公司俾我啊。我只是想听一句，话学恩，你好帮得我手，你好叻女咋？我唔单止听唔到，你仲要以为我同 Michael 后咗一间公司，所以立定遗嘱，间公司落喺我同 Michael 手上边。你揾人绑架我，分明就是惊我唔分身家俾你。你到而家仲系咁谂我，爹哋。冇，我以为上面有啲嘢啫。你边公司人唔生胆啦，乱咁开仗，一激到晒佬点算啊？快枪夹住。系。阿礼，阿礼你有冇事？阿礼冇被发现，不过受咗枪伤。阿周，你最快入去啊！切，呢个时候仲边有人出入啊？冇事嘅。诶，睇住，有啲唔妥。你睇，只曱甴由右边走去左边，右边走去左边，连班屎抽咗紧嘢。咁点啊？要带一个入口，佢包入嚟，大家立齐架撑，欢迎佢。阿丽已经入咗，最快入去接。我家啲电话出去电话，快啲！主席，抽气扇俾你遮住咗，睇唔到目标单位。警车，开门啦！
自己人啊，我阿丽啊，阿珍珍，我要去，我要去，家姐，家姐顶住啊，家姐。伤口都未好翻，我冇事啊。爹哋点啊 ？Michael 咧 ？Michael 有冇事啊？爹哋食个药冇乜大碍噶啦 ，Michael 都系轻伤啫，你唔使担心。咁就好啦，我惊爹哋有事啊。家姐，有件事我始终都系唔明。唔明点解好人绑架爹哋啊？嘛，我真系好错，我冇谂过件事会搞成咁噶。我明白的，我只是逼不得已才会这样做。是我不啱，无论爹哋他怎样对我，我都不应该找人绑架他。幸好他没事，如果不然我一世都会后悔。大学里我那一刻我真的很生气爹哋，我才会做了这么蠢的决定。他觉得我做这么多事是不想分家产啊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样啊，浩丽？那你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商量的嘛？这么多年来，无论我自己或者家里有什么事，都是我一个人去解决的了。我以为我会生气爹地一世的。但当班绑匪想杀爹地那一刻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很害怕爹地他会有事啊。家姐啊。我知爹地不会原谅我。学礼，头家以后交俾你，你要生性，好好地照顾爹哋妈咪，知唔知道啊？做咩讲埋啲咁嘅嘢啊？爹哋最大嘅心愿就系想你翻去打理佢盘生意。我知你唔中意做生意，大家姐可能以后都冇机会帮爹哋手噶啦。你当我求你啊，你去试下好唔好？你系圆爹哋嘅心愿啊！喂，吴大壮啊，我是余太，我个女咧嗰件事我想做咩？你个衰女揾人绑架我，你仲要帮佢揾律师，俾佢坐监咪啱噶啦！西堂，唔好咁啦，讲到尾佢都系我哋个女嚟噶嘛。由佢揾人绑架我嗰刻开始，佢已经再唔系我个女。爹哋啊，家姐都唔想件事搞成咁噶，佢都俾人教唆先会咁噶咋？系咪连你都要夹埋个衰女嚟反我？佢连自己老豆都唔放过，我冇个咁不孝嘅女。如果家姐不孝，我仲不孝。妈咪有高血压咁耐啊，如果唔系六姐话俾我听，我都唔知道，我仲唔系不孝。爹哋，公司同埋屋企发生咩事，我从来都冇理过，我净系顾住自己，一直以嚟都系家姐帮手撑住噶咋。你仲想帮个衰女讲好说话？我唔系帮家姐讲好说话，我系讲实话咋。事实系佢为屋企付出嘅比我多好多，只系你冇摆喺心上边。你成日都觉得佢同 Michael 候住屋企啲钱，换咗系我，我都好难好嬲你，嬲到去绑架你搵钱救 Michael。我哋呢度个个都有份逼佢行呢条路噶。爹哋，其实喺家姐心入边好尊敬你个爹哋。他为了救你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你有眼睇，他已经很后悔了，你可不可以原谅他？家姐，爹哋，唔好意思啊，两位，我哋系佢屋企人，想同佢讲两句。唔该晒。学恩，你放心啦，你爹哋帮你揾咗吴大壮，你冇事嘅。
我余世堂的女友事，我可以不理咩？爹哋仲当我是女咩？我冇人绑架你喎。你永远都是爹哋的女。爹哋仲话，如果将公司交俾我的话，一定败晒佢啲心血。所以等你冇事翻嚟，公司会交翻俾你打理。家姐，你一定要撑我。今次搞成咁，唔怪得晒你。爹哋都有责任。对唔住啊，爹哋，对唔住。爹哋一定会等你翻嚟。七九啊八，斷直啲九啊七。喂，唔記得再嚟個六九啊七九啊八。我翻嚟啦。喂！點啊，阿麗，你冇事啊？我狀態咁 fit 啊，邊有嘢啊？你家姐點啊？過咗堂啦，律師話會再諗辦法。最緊要係爹哋同埋家姐冇事。嗯，今晚一於慶功，荷里歸隊啊！得啦，總之啊，多謝你哋，真心嘅。大家兄弟，唔使講咁多。喂，有個人咧，你未多謝喎。展 Sir， 你病假聽日先到嘅喎，咁快現身嘅？展 Sir， 你唔係又想隔我走啊嘛？定係你自己想走啊 ？No Sir， 展 Sir， 多謝你，多謝你自己。爹哋同埋家姐喺我面前俾人捉走，如果我唔可以親手救翻佢哋，我會恨自己一世。你要記住，飛虎隊要能人所不能，但係最重要嘅都仲係 teamwork。因为你每一个人行动嘅，仲有我哋成班兄弟陪你齐上齐落噶吓。得啦，总之我以后做乜嘢都唔会净系谂自己。展 Sir， 你要我做 sniper， 我就做一个最 fit 嘅 sniper， 唔会 compete。不过今次我可能令你失望啦，你唔可以再做 sniper， 我会调你翻攻击队。展 Sir， 之前要你做狙击手，我要训练你嘅耐性。要你學識冷靜，配合其他隊員。今次嘅行動證明我對你嘅訓練好成功，所以你應該調翻去最適合你自己嘅崗位。Thank you, sir。阿哥，恭喜你。Thank you。你升咗做總督察冇耐，仲攞埋榮譽勳章，爹哋一定好高興。爹哋最擔心嗰個係你嘅。擔心我 ？OK 喎。點啊？入咗 SDU 慣唔慣啊？开头系辛苦啲，不过习惯咗都 OK 嘅。你记咩？你细个嗰阵时成日话想做教师，所有嘢都系我帮你出头。我真系估都估唔到，你而家会好似我同爹哋咁做咗警察，仲考埋入 SDU 添。其实我知道爹哋佢好想我考到，所以我就去试下。但我真系冇谂过我个能力可以入到 SDU。轩啊，你系咪真系中意做警察嘅？中意噶，我同你同事几夹啊！你系中意做先至好，我至惊你系因为爹哋想你当差，你先至去考。放心啦，我知道由细到大，我成日话我想做教师，但系从来我望见你同爹哋，我觉得做警察冇咩问题，几好啊！我真系好希望有一日可以好似你同爹哋咁，做一个出色嘅警察。好。咁你就要努力啲，我哋下次出嚟系同你庆祝攞荣誉勋章 ，OK？ Yes sir， 入啦。
33岁已经系 C.I， 仲做埋分区副指挥官，估唔到轩仔个大佬咁猛料啊！我个睇唔出你个 Madam 装咁猛料家姐啦 ，Madam 咪少说话多做事，你啱相反嘅吓。唔使玩针对系咪 ，Madam？ 而家针死你！玩咩呢？试下你啫，等刘维维 send SMS 俾你啊。展 Sir， 你想 cool 煲啊？冇啦，人哋都话冇晒感觉啦，做咩都冇用。你唔系谂住放弃啊嘛？你飞过去搵佢咪得咯？佢喺新加坡啫嘛，几粒钟飞机。嗱，你失惊无神喺佢面前出现咧，佢一定觉得好浪漫嘅。一觉得浪漫咧，啲 feel 就翻晒嚟。咁即系点啊？喂，梁 Sir， 系，我即刻过嚟。梁 Sir 揾我。喂，咁啊，嗰度我帮你谂噶咯，你肯就得噶啦，吓。阿 Madam， 麻烦你即刻 check 下啲机票有冇位。做咩啊？今日心想点啊？想点啫？梗系帮大佬箍煲啦，追翻阿嫂啊嘛。你摆明就五千上去跳海啦！你明知维维冧紧你噶嘛？喂，你唔好咁大声得唔得啊？咁你同维维讲清楚未啫？点讲啊，大佬？呢啲环境啊，梗系避得入避噶啦。总之咧，等阿大佬一同大水箍煲咧，咁我 perfect 啦。咁万一展 Sir 去搵维维嗰阵，俾佢拒绝多次，咁咪好 hurt？ 唔系啦，仲有啊，你唔同佢讲啊，佢以为同佢有机添。点会啊？你唔好讲咁多啦。总之你 check 下啲机票有冇位。阿大佬一到过到去咧，箍咗煲咁啊冇事噶啦。快啲啦！你就要 check 咯，最好唔好 check。喂，阿涛，执好行李啦，差唔多啦。喂，你叫我同维维去新开嗰间餐厅食饭咧，嗰度使唔使 book 位噶？放心啦，我而家喺网上面帮你搞紧啊。唔该晒。系兄弟咧，就唔好讲埋晒啲咁嘅嘢。嗱，你记住啊，而家快啲执好啲嘢，早啲瞓，你听朝早机啊。OK， 拜。拜。send 个短信俾维维，同佢讲清楚。对唔住，维维，我谂我应该要同你讲清楚。当日响荷兰见到你嗰阵，我系对你有嘢，有嘢，有好感，想追你。不过阿涛同你一齐之后，我已经冇嘢。过去嘅就让它过去。你唔好因为我而同佢分手，应该同翻阿涛一齐，佢仲系好爱你。阿源写到咁，应该明白啦啩？为咗预祝阿展 Sir 嘅箍煲之旅成功，我哋要饮啦！喂，几开心系你咧吓？哇 ，Madam， 我听你语气咧，好似有啲唔开心咁喎。其实你系咪唔系暗恋阿展 Sir 咧？唔系啊！你唔系谂住同阿嫂争系嘛？喂，一个二个，我唔衰啦把口。咩事啊？同咩同人争啊？你兄弟依个咁过分啊！讲下笑啫。喂，你叫我做嘢，我都做晒。喂，你边度啊？啊。啊。喂，你又做乜嘢嘅？我真系 send 咗个 SMS 俾佢噶，你唔信我俾你睇下。你 send 咗个 message 做咩剪水啊？点啊？呢日涛你唔系飞走咗嘅咩？出嚟啊！
有人问你。有啲嘢你唔应该亲口同我。点解有咁嘅短信？我而家话佢中意佢第二个人就系你。系，不过我同佢真系冇发生过任何嘢，我都估唔到佢会因为咁样而同你分手。你够胆发誓，你对维维一啲意思都冇？我承认我第一眼见到佢嘅时候对佢有好感，但系当我知道你同佢一齐之后，我对佢已经冇嘢噶啦。佢对我嚟讲只系我阿嫂，呢个我可以发誓。点解你唔？你叫我点样同你讲啊？当我一知道呢件事嘅时候，我真系一心谂住可以帮你哋复合噶。够啦！你仲讲？大家见你唔多妥，咪跟嚟睇睇啦。我早叫你讲清楚噶啦。你边都知道。衰仔完你勾二嫂，你有冇搞错？你阿嫂都搞。我展石当你系好兄弟。你咁样对佢吓？我先，够啦！师兄，落咗间咁夜仲喺度，咩等？我漏咗嘢，我翻嚟攞得唔得啊？你又饮酒嚟 ？Madam， 我落咗班饮翻两杯得唔得啊？唔系咁都要破楼啊？系咪咁都唔肯放过我啊 ？Madam， 有料到。师兄，身为警察，就算落咗监，行为都应该要检点。小弟陈春，小弟陈，今次我哋嘅任务系要拘捕一名47岁嘅中国籍男子林石勇，佢一个高级警员，佢涉嫌喺警察总部枪房里面偷咗一大批嘅重型武器同埋手榴弹，然后失踪。林石勇系守枪房嘅，所以佢对于枪械弹药非常熟悉。佢今次偷咗嘅枪械同弹药数量唔少嘅。所以我哋一定要尽快拘捕佢，以免佢对市民构成危险。唔该晒你，麦林壮。而家上头已经 call 咗飞虎队帮手，希望可以尽快揾到林石勇，要出动到 S D。冇错，所以如果有咩帮手嘅话，我会再揾你。冇问题，我送你哋出去。喂，你哋知唔知林石勇以前跟过麦林？真定假啊？麦林咧未调嚟屋企之前系同佢同添噶。听讲林石勇有次唔见一件证物，搞到藏入个反，咩氹得得滞，就走咗上头面前督佢，结果佢就调咗去枪房。阿勇咧，我以前都同佢做过一排嘢，佢份人好先生嚟噶，又顾家又照顾班兄弟。不过自从俾人掟咗落枪房之后咧，成个人都唔同晒。听讲佢老婆仲跟人走咗佬添。咁佢咪好憎咩氹装？你哋喺边度听翻嚟噶？系咪真系咩氹督佢啊？啊！你估咩氹唔够胆啊？系我同上头 part 佢。佢犯咗錯，當然要承擔。Madam， 頭先兩位夥計有冇話林石勇掟咗槍？我驚佢對你不利。我行得正，企得正，有咩好驚？係唔知林石勇會做咩傻事？Madam， 你去邊啊 ？Madam。衰仔太，
草癫啊！走吧啦，阿方同你讲得好清楚啊！我同老婆讲嘢唔关你事。老婆，对唔住啊，老婆，老婆你原谅我啦。老婆，我哋不如重新开始，由头嚟过好唔好？你唔中意我饮酒，我应承啦，我戒咗佢。够啦！我同你讲得好清楚，我唔会再同你一齐噶啦，我受够噶啦。我知啊，你睇笑我啫嘛，你知道我冇得胜，你睇笑我，你真系呕脑。你知唔知啊？我搞成咁，就系呢条友仔扇我啫。放心，你唔好成日喺度赖人啊！你知唔知你俾人调咗去厢房，你就自暴自弃，成个人变晒。你知唔知啊？我同你一齐真系好辛苦啊！仲有啊，我同你讲清楚啊！我冇扇过你啊！你话你叫我交完证物上去，根本就冇咁嘅事，咩胆装去做证啊？我有讲过，就系、是、个死八婆写花晒个快到先搞成咁。做咩？唔好乱嚟啊！你嗱，唔好乱嚟啊！冷静啲，唔好乱嚟。有咩事？攞枪埋我。听过唔好乱嚟啊！冷静啲，冷静啲。你想点啊？有咩事可以放你枪埋我？你唔好乱嚟啊！冷静啲，冷静啲。点啊？我跟紧 Madam 啊，佢可能自己揾林世勇啊。得啊得啊，迟啲再讲啦。已经知道林石勇的位置，他现在在北角英皇道186号5楼一个空置单位，他有一个人质在手，你们都认识的，是 Madam Zhang。 阿元，你 OK 吗？ Yes sir， 没问题。 Good。 你自首，飞虎队都揾紧你，系你搞成我咁啊！唔系你，我唔使调去守枪房。我老婆都嫌弃我，就系跟佬走。我知系公事公办，你的确系唔见咗件证物。我讲过，系我交咗俾太监，佢失职咋？应该系你自己做嘅嘢，点解你要交俾第二个人做？你知唔知呢单 case 就系因为冇咗件证物，最后个犯就无罪释放。我知啊，要攞威啫嘛。一个犯自己觉得冇面，衰毁我哋祭旗。你自己错，仲要怪人？我错，咁你好啱啊！你男朋友死咗，自己心情唔好，我哋手足嚟发泄，逼我哋做嘢，三日都唔肯放人，觉都冇得好瞓。我先交俾太监嘅咋？你仲记唔记得当初第一日我调过嚟做你阿头嘅时候？你教过我，一定要做一个好警察，一个好警察。不代表他不会犯错，但是他一定不可以将责任推在第二个人身上。如果你是都要赖我，觉得我累到你什么都没晒，你现在就开枪打死我。咁方，你那边什么环境啊？找紧位，就看里面什么环境。要快，冇必要不开枪。你不是很憎我咩？做咩不开枪？收声！你不要再逼我，不要再逼我。我在枪房偷枪，我连份工都保不住。我真的很想做一个好警察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就算当日我没有毒咒你，
你会做得过洪警察，你连枪都唔敢开。如果你真系觉得系我累到你今日咁嘅田地，你开枪打死我。你真系咁想死？真系冇用，连自己嘅仇人都唔敢杀。Madam 好似受咗伤，冇时间啦 ，Go。你真系咁想死啊嘛？嚟啊！放低枪！唔好做针啊，留噶！诺啊！诺啊！点啊！你冇事啊嘛？你死得？你知唔知我头先喺对面见到你受伤嗰阵时，我用乜都做唔到。嗰一刻我真系好担心，我好惊会连呢一个家姐都冇埋。你做乜打我啫？痛啊嘛，痛咪即系我只手冇事咯。唔好玩啦，阵间睇去买汤，买啲嘢煲汤俾你饮啊。啊 ，Madam， 阿源，喂，啊，我想问林世勇情况点啊？冇性命危險，不過粒子彈貫穿塊面，傷及神經，康復到幾多成都未知。发生了咩事？冇人想嘅，正常。如果当时我睇清楚啲，见到个 Granny 系冇掹针嘅，我哋就唔会撤退。如果我哋冇撤退到，个反就唔会有机会开到枪自杀，件事就唔会搞成咁。边有咁多如果啊？如果佢冇唔见件证物，如果佢老婆冇离开佢，如果佢冇偷枪。咁样数落仲有千千百百个如果喎，但系当我手榴弹抌埋嚟嘅时候，我哋作为一个飞虎队员，我真系唔应该向后退噶嘛。我唔觉得你喺处理呢件事上面有问题，遇到危险梗系 retreat 噶啦。飞虎唔系超人，我亦都唔希望你哋冒一啲无谓嘅险。如果比赛我阿哥，佢一定处理得好过我好多。由细到大我唔及佢，我加入飞虎，我就想证明俾你睇我都得嘅。但入咗 team 之后，我第一次 training 我失，第二次 training 我俾蠢心捉咗，之后你叫我 operation 开枪我都。原来你而家咁嘅样唔系为咗林世勇，你系为咗你自己。你一直攞你自己同你阿哥比，你觉得自己唔及佢。所以你才会咁犹豫，咁怀疑自己，做咩都冇信心。如果继续系咁落去，你真系应该考虑清楚，你系咪继续留喺飞虎，甚至系警队。但我话俾你听，如果我觉得你系唔得嘅，我都唔会俾你留低。凭我意断，恶言里冲出去，将雨下摄入废墟，追击过招佢，力力再追，
眼眸里被看四周隐伏着是谁，谁又引导过谁傲向相对，肝胆背后昂然问句，风中再追勇敢的依据，将星光最完成大意义，淡然未怕那艰巨，于一线并仍能面对，得失在追扮演枪火里，一身干脆从无后退，交织我壮举。